本集视频对姓名 H1763 立洗机进行全方位的功能及使用的介绍。铸铁台面共有71厘米的宽度和76厘米的纵深，参数告诉我们它有155公斤重，但踩下脚轮踏板后你可以轻松移动它。立洗主轴的升降是通过摇动这个手轮进行的。到位后把侧面的锁紧把手旋紧。我的立洗提供了四个主轴选项，分别是国内最主流的35毫米直径的刀杆，以及 12.7 也就是二分之一英寸粗的英制刀杆。而二分之一英寸孔的刀盘在北美地区则更通行，国内则以35毫米的刀杆为主。这台立洗还提供了二分之一和四分之一柄两款雕刻机夹头，它们能满足市面上大多数雕刻机刀具，大到二分之一柄的柜门刀，小到四分之一柄的小直刀和导圆刀都能装加，这让我们用雕刻机倒装的群体过渡到立洗提供了方便。立洗主轴的安穿孔顶端有两片朝上突出的剑，它所对应的是刀杆上的剑槽。接着我来讲讲怎么装加这些35毫米孔的洗刀盘。为了方便安装刀杆，我临时把靠山拆卸掉。刀杆的底部有螺纹孔，拉杆两头都有螺纹，先把螺纹较短的一侧旋入刀杆底部，随后放入主轴孔，注意剑槽和剑的嵌合，打开机身的后盖，这里打个光便于拍摄，为了不阻挡镜头临时取下门盖。这根冒出的杆就是刚才看到的拉杆的长端螺纹，这颗锁紧螺母一头带斜锥面朝上旋入螺纹，直至手动旋到底，刀杆顶部用扳手夹住，底部螺母位置也同样用扳手夹住，上下协同反方向转动直至旋紧，至此刀杆就安装完毕了。这是一个6厘米高直径10厘米的直刀，放入刀杆落到底后选择高度适合的肘套套入，旋入大螺母，这是一颗常规振丝螺母，其底部与肘套接触，用两副扳手配合相对逆向旋转锁紧大螺母，从而实现把洗刀压紧在刀杆上的目的。最后旋入反丝的小螺母，目的是阻挡大螺母松脱。由于是正反丝双螺母锁紧，这种夹紧方式不可能松脱。这是我所用到的三副扳手，调至适合的高度，安装回靠山，靠上与台面有两组不同纵深的固定螺纹孔位，选择所需的位置固定紧。靠山两侧的挡料板是可以各自独立调节深度的，比如实现平抱功能就很方便。锁紧把手是棘轮扳手的正反转结构，很方便。木质挡料板尽可能的接近刀具，通过一把平尺观察另一侧的调节，这里设置了一毫米的报销厚度，压板组件是必不可少的。放下防护板，调节到适当的位置，洗鞘时会产生大量的木屑，集成是必须的。启动机器，平抱功能是通过靠山实现的，用直刀开槽则更为实际。这里面用到两颗轴套来提供下压力的传递。因为矮，所以刀具的上沿就能降下来开槽了。用平尺校对两侧是否齐平，切削面相当光洁，手摸上去是滑的。你也可以为这个直刀配一颗同等外径的轴承，这样就能实现依靠模板来修边的功能。另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很酷的功能就是开止跌止损。这是一片片6毫米高的刀盘，再配合以6毫米的垫片做间隔，做成一副止跌损开损刀盘。如果不用这种加工方式，你应该很难实现推两次就能开八组止跌损的速度。
这对于做小抽屉啊、木盒特别有用，很难再快了，不是吗？如果你想做45度斜切的转角，应用于镜框或者是桌面边框，你可以用这样的组合刀具来切榫接造型。由于刀具本身的造型精度有保证，因此最后在木材榫接时必定是严丝合缝的。做柜门大概是利器最普遍的操作，它分公母一套两副刀具，掀开柜门竖边及横边的内侧造型。这组刀具是右旋方向，因此压板得装在左侧的靠山上，所以得在控制面板上把方向调成右转。非常光洁。开横边的两头端面的造型，造型一次成型，边槽有5毫米的宽度，新版造型刀离台面也得是5毫米的高度，这样才能正好嵌入边框内。手感光滑，拆卸刀杆就是我刚才安装过程的逆向，但因为是锥度配合，取出前需要把安装锤轻敲击拉杆底部，使其松脱。接着我们安装一下1/2英寸柄的雕刻机夹头，一样的方法和操作，和刀杆不同的地方是它没有剑槽，这里我们用一支门板刀用来测试。锁紧刀具的同时也是拉紧了刀杆。打开机身右侧的盖板，我们这台利器有两个台阶的带轮组，由于刀具切削直径变小，松开皮带帐底的扳手，把皮带拨到上方。这时我的一只手推紧皮带，另一只手锁紧皮带帐底扳手。比我最初以为的要光洁许多。更换匹配的另一只刀具来切割横框端头的造型。这里是不吃力的位置的配合方式，如果要使其受力，需要开成榫头榫眼的连接方式。先用我自制的开榫辅具来去掉榫头的肩膀。然后把刀具换成这种单侧造型刀，上身贴合到开始时双刀留下来的榫头位置。我用一个磁吸座来做挡块，再一刀刀分次切到根部并形成造型。插入预先开好的榫眼，这就相当牢固了。再来试试1/4英寸柄的夹头，用这种小直径刀具来开槽。在侧框下有一些毛刺，但毕竟这种1厘米小直径的刀具的线速度是上不去的。再看拿洗刀盘切削出来的光洁度，摸着十分顺滑。在这点上，利器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。这副直刀盘的切削直径是9厘米，旋转半径是4.5厘米。它在木料上切削路径是一根和木纹方向平行的弧线，因此它基本不需要垂直斩断木纤维。那这种18厘米外径的洗刀盘在切削时的表现就更好了，因为它的切削弧线更平直，它的切削更趋于和木纹平行，这是洗刀盘切削光洁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反观雕刻机刀具的切削行为，你可以发现刀具每转一圈都是完成了整个圆周切削，当它转至上下这两个位置的时候是顺木纹切削，此时是轻松的，当它转至左右两个位置的时候则必须垂直斩断木纤维，相对而言就会变得更困难了。经过对利器和雕刻机的测速表现来分析一下它们的线速度，切削速度最快的是180刀盘，随后是90刀盘，而雕刻机虽然转速达到了25000转，但实际的切削速度只有1570米每分钟，这是影响最终切削表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。靠山系统的木质挡料板有个好处，一旦有轻微变形，你可以在屏报上过一遍，